嗨，现在这个奇怪的我是在为试镜做准备。你正常点找，谁正常？你虽然不正常，但你演的时候也正常点。站好了。你还摆 pose 呢？你觉得不舒服，你就正常蹲那儿都行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就是跑到边瞄瞄出来是吗？对，把那胶瞄。我是手残党。好像值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他这个是不是会有点太规整了？太商务了，商务男士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为什么还带着儿童电话手表？这是儿童电话手表。这是这样的吗？猪哈木吉吗？来陪哈姆吉看一下。安排。就是他那个阶段，他就是比较自暴自弃嘛。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美型，但是不够自暴自弃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！哦天哪，好有范儿啊，有点像三毛。对，都看不出来。这也挺有范儿的，受不了。哇，太摇滚了吧，这个受不了。我一定要以后一定要留个长发。下次专辑就让你这样做吧。那其他人都得配合。说实话，这个卷的好，我觉得这个卷的好。那可能需要无钉假发。陪他一起。对。